起床了，都几点了还不起来？再睡一会儿。哎，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呀？这都几点了？哎，昨天游戏玩太晚了。那行吧，我还说带你们去参加我朋友的聚会呢，小姐姐可多了，那我只好自己去喽。等会儿啊，妹儿啊，你看这外面这天气，多好呀！要不出去走走，多可惜啊！咱们呀，其实也不稀罕你那什么小姐姐，主要是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出去不太安全。你能不能收拾一下啊？马上出发。可是小姐姐们都有男朋友了哟。不去了，不去可不行，不去可不行，哎，除非时光倒流。你们怎么回？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对。可爱い人はすぐに見飽きてしまうものよ。可爱い人はすぐに見飽きてしまうものよ。我的御用模特呢？你们懂的。哎，你们好了没有啊？哎，害啥事啊？快点出来，快点出来！哎，出来我看看，出来我看看。效果还不错嘛，挺好看的。啊，我看一下啊。子坚这个呢挺活泼俏皮的，不过这个红色不太适合今天的天气，算了，再看看。哦，指定这条不错，很适合我的气质，就你这条了，替换下来吧。怎么脱啊？完了。哥过来一下。怎么过来一下嘛？继续过不过来？不错，这个子健这个呢挺显肤色的，子林这个也比较有气质啊。接下来试一下我新买的眼影盘吧。你们是不是 ？Oh my god， 这个颜色也太好看了吧！别去洗掉了吗？啊？洗什么洗？先去逛街啊！逛街啊！直男哥哥和暖男哥哥的区别。哥，我想买个包。买呗，多少钱？2万多。干嘛突然想买个包啊？因为我闺蜜也买了呀。干嘛老跟你闺蜜比啊？我为什么不能跟她比啊？怎么跟她比啊？你看，你脸有她圆吗？没有他的书吗？他出去人家都说，哎，你的包真好看。哎，你出去人家怎么说？哎呀呀，你长得真好看，身材真好，是吧？好像也是哦。好，明天要打火车，那我给你买。哎，妹妹。你们在哪儿啊？我好饿啊。我们在外面逛什么？在忙，一会儿就回来了啊。你们什么时候带我回来去收东西啊？今天这个吧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吃，不因为别的，就因为我翅膀长硬了。就算你拿把刀把我的翅膀给我砍下来，我也不会动。
这样会一起来第一次告白，尴尬的我是不是爱装得很真实的你其实很可爱。那就一口哦。你们吃面吗？那我只泡我一个人的了。你们干嘛？好吧。家务都是你们两个做的，辛苦了，今天你们就好好休息一下吧，我把前面的杂事都做了，你们只需要完成最后一步就可以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等会你们要去把垃圾倒一下哦。高，衣服我已经洗好了，你们两个去晾一下就可以了。嗯，好。哎，累了一天了，总算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上车了。现在知道我们平时多辛苦了吧？嗯，不过你应该辛苦。没事啦，谁叫我是你们的妹妹呢？来吧，还是最后一步。你答应的。哥，你来。